诸尘缘，是彼具功德，今悉诸分别观修菩提心。那么就已经讲到我们上面呢，已经这个就是大量的这个应用了一些矫正啊、立正啊，然后呢就原理就是一切这个尘缘啊，就是原理尤其是在我们这一篇当中前面讲了这个原理世间和原理这个分别妄念，就是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修行当中的最大的一个微愿，就是一定要就是放下完愿，就是我们禅宗当中也是经常这样就是先要这个修行的时候，首先要对这个亲朋好友的这个单着呢，就是要这个舍弃，然后呢就是自己的这种内外的分别妄念呢就是特别可怕，就是这个呢要这个尽量的抛开，就如果你没有这样整天都是为了这个护持这个亲友啊，贪念故乡啊，一直呢就是为世间八法而奔波的话呢，那这个修行的成就呢就是越来越这个遥远，就这样以后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修行呢一定会是受到这个微缘的。因此这个初学者呢为什么首先要这个选择一个寂静的地方呢，原因就在这里。因此大家这个尽量的就是先这个远离这个尘世分别妄念，然后呢就是要向到了这个寂静功德和一些参修的一些就是这种这个利益啊，就这一点也很重要的作为这个修行人呢，尽量的这个端住一切分别念。当然端住一切分别念呢，就是其实这个需要外缘和内缘，就是内缘的话呢就是经常要具足正知正念啊，我作为一个修行人，我就是修持大乘这个佛教的人那这样我就不应该散乱在外面。然后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外缘的话呢，就是要这个一至三知识的开道，就是一至三知识的开道，就依靠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些经论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随着这个轨道，就是逐渐就是趋入这个正法。否则的话呢，我们分别念呢就是真的能自理的自觉的去这个修持的话呢，除了极个别的一些这个前世对法有因缘的人以外呢，对这次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啊，心念一切分别念，一定要这个观修啊，这个圣依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呐、啊，就是尤其是在这里面主要讲的这个世俗菩提心。当然，我们观修世俗菩提心的方法的话呢，啊、以前也讲过，就是在藏传佛教来讲啊，就应该说是由阿底峡尊者的这种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知母念恩，还有这个报恩当当，就是由七种教授来这个进行修持。然后这个基天菩萨的自他平等和自他相的话啊，就是以这两种这个修法，基本上是所有的后代的高僧大德的话呢，就是按照这两种这个修法来进行这个修持，端出就是自己的这种特别顽固的这种我执啊。属党清冠秀自他奔平平党。那么我们首先这个修世俗菩提心的时候呢，集中尽力全力以赴的这个修持自他平等心。那么自他平等心没有修好的话呢，其他的自他教化呢，还有这个菩提心的一些修化境界呢，就是没有办法这个现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众生呢，无始以来就自己和他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心魔当中我们的自作里面呢，就是不平等的就是确实是不平等的。我就是我，他就是他，他呢就是与我这个遥远的一种这个对境。那么我自己呢，就是值得保护、值得重视、值得爱护的一种对境，就是然后众生的话呢，就是其他的这个众生呢，就是除了我以外的他体的一种法，就是是这样的一种分别念呢，就是开始这个隔开就是自他平等，熟悉以人生坚固菩提心。
那么自他的这种平等心呢，就是如果你修得比较稳固，修得比较这个成熟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菩提心，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能圆满的这个修成。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一定要就是知道是所有的这个修法的开端呢，就是先就是要这个观修，就是自他这个平等。那么自他平等的这种道理呢，当然是非常多的，但是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是你自己是怎么样想，就是终身也会怎么样想。鼻苦求乐，求乐痛，呼他如呼吸。那么这个道理呢，就是从字面上看，大家都应该会知道的。所有的众生呢，就是避开痛苦，希求安乐，这一点呢，就是完全是相同的。所以我们为了保护众生，就像是这个保护自己一样。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怎么样这个相同呢？其实我们实践当中的任何一个众生呢，就是下至这个就是蚂蚁四指以上，就是小四指以上，然后上至呢就是大象这个大四指以下的所有的这些世间的这个众生，只要有生命的话呢，每一个众生都有一种共同的感受。这种感受呢，就是有一种呢，就是乐数，有一种呢，就是叫这个苦数啊。就我们当然这个灯是就是色数的话呢，就是不明显的。我们在这里呢，就是不宣说。所以按照俱舍论的观点的话呢，就是这个属于呢，就是包括这个三种数，三种的就是。那么这样的这个乐数和这个苦数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众生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愿意这个接受啊，就是都会希求，就是这种乐数呢，就是都需要这个，而这个苦数的话呢，就是都不愿意。
之，属主之水种，属虎乳身相同，终身骷髅所求乐与我同啊，就是这个教言呢，也非常这个殊胜的。那么啊，有些人可能这样想啊，就是所有的这个众生呢，就是是我一样，就是对待，就是是我以我来这样对待的话呢，那这个恐怕是这个做不到的啊。实践当中呢，你看三界轮回的众生，人道、天道以及这个三恶趣的众生就是那么多，那么你每一个众生呢，就是作为菩萨，就是当着这个自己的众生那样来对待，或者是以我一样这个平等，以我所来这个色彩的话，那这一点有一定的困难吧。众生那么多，怎么会是这个也是众生是我的众生，那个众生也是属我的，那么我是只有一个的，那么众生是无量无边的，那怎么会是有这么多的我执来这个色彩呢？就恐怕这个不合理吧，就是有些人是会这样想的。所以呢，就是他认为这个用这个一切众生用我来这个色彩的这种这个理念呢，就是不好这个实修，就有些人这样认为的。我们在这个三界轮回当中的众生呢，就是是各种各样的，每一个众生的性格也不同的，他的这个爱好也不同的，他的根基呢，就是也有这个差别的。但是呢，我们都有一种这个我来这个设置，这就是我的这个众生，这跟我没有什么差别，我可以用这样来这个设置。本来所谓的这个我和那个众生呢，就这些概念呢，就是全部是假的，就这就是凭我们的这个想象力而认定的啊。因为实际当中的话呢，就是我和他，我和他呢，就是在这个事物的本质上呢，就是没有分的，就是此和彼一样的啊，就是此岸彼岸。那么此岸彼岸的话呢，实际上是就是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和语言来这个进行建立的。如果真正是存在的话，都是那可以说是这个呢就是在事物的本质上是永远也不变的。我就是不管是站在谁的角度，就是我就是我，应该会用这样的，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凭什么不能把众生呢，就是当作这个我呢？什么堪布根后也是在讲义里面讲的，什么时候我们就是证到了这个无我，证到了无我的话呢，那么自他都是平等的，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自己和他的这种概念呢，就只不过是我们的分别人而已，实际上是不存在。你一定会是就是对这个道理呢，就是会这个升起这个信心。
随我所属可不伤他人身，此苦也亦也当处知我难忍过，如是他诸苦虽不临我身，彼苦人应处知我难忍过。前面呢就是讲这个道理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处众生的痛苦，处我们的这种痛苦啊，就是在这个方面呢，就是也是用理论来剖析。有些人可能这样讲的，就是虽然这个众生的痛苦呢，就是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是他的痛苦是他的，我的痛苦是我的痛苦。那么我们这个不可能呢，就是去这个互相这个结束，就是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其实这种想法呢，就是也是不合理的。怎么不合理呢？虽然就是我自己所感受的这些痛苦呢，就是不会这个伤别人。大家都知道我今天这个生病啊，然后我在这里打针啊、输液啊，或者是这针灸啊，我就痛苦的整个全身就是翻身，痛苦啊，就是痛苦的不得了。可是我身边的这些人呢，有没有感受呢？应该说是没有的啊，就是他们是没有这种感受。那么这种没有感受的话，我现在相续当中的苦是值不值得处呢？就是应该值得痛就是拼出。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感受啊，就特别的难忍。就是凡是与我智的众生来讲呢，就是一定是难受。对我来讲呢，我现在就是生的这种病啊，或者是痛苦呢，值不值得就是去除？一定就要这个去掉。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是这个痛苦的缘由。同样的道理，就是别的一些众生呢，也是照样的这个感受无量的痛苦的时候，我自己有没有这个感觉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没有感觉。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值不值得别人的痛苦要值得迁出呢，也应该就是断除。为什么呢？因为对众生的相续来讲呢，这就是非常这个难忍的。当然我们现在这样的道理呢，就是像刚开始没有修的话呢，恐怕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觉得他的这个痛苦呢就是他的，我的痛苦呢就是我的，就是不会呢就是去执着为是我说的。但实际上呢，我们就是长期的这个修持这样的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也应该会这个明白的。为什么这个明白呢？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这个众生呢，就是经常就是执着为我，经常执着为我的话呢，到一定的时候，众生的这种痛苦呢，就是自己也是可以这个接受的。比如说以前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上师啊，就是他呢，就是别人就是打狗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把这个狗呢作为是这个我所的原因，就是自己也是这个感受的，就这种这个痛苦呢也是有的。以前那个提婆达多呢，就是用那个射箭就是杀那个其他的这个恶趣就是那个天鹅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那个佛陀呢，就是也接受就是他的这个痛苦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端法的这个创始人就是玛吉拉准，他也是这样说的：我知为我所的这些这个离鬼和可怜的众生呢，将来的这个修相似端法的人呢，就是全部会坏这些，就是这是这个不合理等等，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过。所以说呢，我想我们这个任何一个这个修行人呢，如果把众生的这个苦当作自己的苦的话，那就是当众生就是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这个感受到这个痛苦。
生。